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Week Talk。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复盘与总结一下，在刚过去一天里，整个加密市场有哪些大事发生？昨天整个加密市场又是十分惨淡的一天，那么整个比特币又出现了不小的下跌。昨天最低的时候一度跌破了66000美金，而以太坊更是持续的不给力，但是那跌幅将近5%，也是直接来到了2500美金以下。那么主流币里面，除了索拉纳走势很强之外，基本上也都是一片普跌。而从泡泡里里面能非常清楚的看到，那么山寨币昨天也是基本上又是下跌了5%左右，所以确实昨天的市场行情真的很差。同时我们也看到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还在持续的往下走低，那么昨天最低也是 0.0375， 那么这个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绝对新低值了。索拉纳持续上升，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得益于索拉纳上 MEME 的疯狂上涨。我们看到被誉为索拉纳 AI MEME 标的的龙一 GOAT 在今天也是正式突破了7亿美金的一个大关，但内涨幅将近有 50%， 也是引发了社区的 FOMO。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叫做 SHAR， 说是由所谓的引号的阴谋集团去来发行的这个标的，那么在昨天也是直接开盘就涨到了5000万美金以上。不过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那么整个标的也是出现了归零的一个情况，所以 MEME 真的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整个 AI 标的的龙二走势也很好，包括 A16Z 的创始人再次向一个 AI 的 MEME 捐款，也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ACT， 所以 ACT 昨天的走势依然还是很强烈。包括索拉纳上的各种 MEME 昨天其实整个的涨幅也是十分的凶。同时主流 MEME 方面，帽子狗跟 BOME 也是出现了一波不小的涨幅，我们看到也都是出现了一些动态，但相较于索拉纳上 MEME 的这个涨势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一般。同时整个的 BitGet 也是上线了全新一些 Launchpool， 那么上了一个项目叫做 X，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烫生态的一个游戏，那么这也算是一个零入的 Launchpool， 不需要你去投入任何的成本，只需要去进行锁仓自己的比特币和以太坊就行了。所以呢，关于这个活动也会跟大家去来分享，这可以说是最近的一个零撸项目。其实不用管项目是什么，其实只要去参与基本上也能获得相应的一些利息。同时 VCB 方面， Scoro 跟 Puffer 还在走持续下跌的一个情况，尤其是 Scoro 今天单日跌幅将近 20% 多，所以最近这样的 VCB 真的是一点逼脸都不要了，也会在最后跟大家再去来吐槽一下。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日报想分享一些主要内容，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均为个人见分享，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投资风险很高，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如果你感兴趣，请点赞关注本频道，大家点赞与关注就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整个加密市场在昨天又是迎来了一波不小的回调，那么比特币昨天最低的时候一度跌破了66000美金，而以太坊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不给力，主流币里面以太坊跌幅将近有 5%， 那么这个跌幅即使放在山寨币里面也可以说是跌幅榜的前几位，所以以太坊最近真的是走得太难看了。而以太坊跟比特币的汇率其实也是持续的在往下走低，那么今天又是突破了最近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绝对新低值 0.0375， 那么这个数值应该说是自2021年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低点，所以确实以太坊真的很垃圾。而且我们也看到以太坊基金会在昨天再次卖出了以太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太坊昨天出现暴跌的一个原因，连以太坊基金会都在最近一段时间持续的卖币，那你就更不能去想其他的了。不过从整个现货 ETF 的数据上面来看，其实在前天的时候是出现了一波净流入的，但因为今天的数据还没出，所以也不确定是否还是流入，但我个人非常有理由相信，那么昨天的数据应该是走的比较难看的。所以其实现货 ETF 方面最近几天的一个数据还算不错，虽然我们也看到了像比特币的现货 ETF 也是前天出现了流出的情况，但总体来看其实现货 ETF 对于整个币价的影响不太大，最近还是由于场内正在进行非常高额的一个竞争，确实最近一个市场其实是相当沉寂的。那么整体的山寨币真的是一跌再跌，包括我们看到周末涨得很凶的 APE 也是连续几天登上了整个跌幅榜的头几名，所以涨得猛跌得也猛，还是希望大家去注意一下的。那么真的今天的行情唯一有的也是聚焦在整个索拉纳生态。首先索拉纳的本币目前已经来到了172美金，而索拉纳跟以太坊的这个汇率值也已经是突破了历史新高，来到了这个 0.068， 而索拉纳上的各种 MEME 就更强了。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索拉纳上的 AI MEME 第一
GOAT， GOAT 在昨天持续的上升，那么最高都要突破7亿美金的一个总体市值了。那么的确这个标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走起来的一个最为强的命标的，那么这个项目社区的一个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而且有小伙伴说可能 GOAT 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去上线币安。那么按照目前整个 GOAT 在社区里的一个风暴程度和整个社区的力量，其实我是非常有理由相信 GOAT 是有很大概率去来上币安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GOAT 这个标的可以说是引爆了整个 AI meme 的一个赛道的，包括我之前有跟大家聊过，这么这个项目最大也是最出圈的一点就是 A16Z 的创始人去为其点赞，跟社交媒体去来进行互动，并且真金白银的去为其进行捐款，所以呢它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非常强的上升。但是在周日的时候，由于 GOAT 的推文也是打出了一个错别字母，所以让大家去来质疑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AI， 但很快我们看到本周对于这个的一个不信任感是完全消除了，并在昨天达到了历史新高值，所以走势真的是很强，大家也可以关注一波。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 SHAR 这个被誉为所谓由阴谋集团来去带的一个项目，那么也是在今天社区里走出了不错的一个行情，但在过去的一个小时这个项目应该是出现了归零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也看到陈建老师去写了一个关于他的一个详细介绍，然后这个项目方是属于有非常成熟的操盘经验团队，那么团队其实也是做过像一个 MEW 啊，包括一个猫的一个命币走势也都是比较强，而且在整个 DEX 的后面也是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说了团队的一些资源还有他们目前的一些情况等等，所以呢这个项目的确在社区里也是疯魔起来了。但是真的不确定刚才发生了什么，在一个小时之内直接暴跌归零，所以也是比较头疼。我相信如果持有这个标的的小伙伴今天起来估计都蒙圈了。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抄底的机会的话，那你也可以去冲一下，但这个就是 DYOR 了，跟大家做一下简要的分享就好了。同时整个的 AI 的龙二 GNON 那么在今天其实也是出现了一波小幅度的下跌，我觉得这个标的出现下跌的原因还是由于之前的这个龙三太牛了。我们看到 A16Z 的创始人再次在今天选择为 ACT 这个项目来去做了一波捐款，所以这个项目在今天最高的时候也是直接拉翻倍了，那么这个项目的总体市值也是冲到了将近4000万-5000万美金的一个关口。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整个 A16Z 创始人捐款的这个项目，那么是 GOAT， 目前已经来到了这个7亿美金的一个市值，那么第二个捐款的项目应该也是持续 FOMO 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今天把很多的一些重心关注到了 ACT 上面。确实最近整个索拉纳上面结合这种 AI 概念的 meme 确实是涨得很凶，从 GOAT 开始，那么到龙二的这个 GNON， 包括整个的 ACT， 还有昨天跑出来的几个 meme 确实也都是在最近几天的一个涨幅也都不错。包括你看一下目前整个索拉纳生态体系上面排名前几的一些 meme， 基本上全部都是跟 AI 有直接关联的一些标的，所以的确我们从目前的一个情况上面也能看到 AI 加 meme 这个概念和这个故事的叙事在当下是被社区疯狂买单的。特别是这一波的热潮其实也是直接带火了索拉纳的本币，这也是为什么索拉纳在今天整个市场大盘这么拉胯的情况下还能出现逆势上涨的原因。所以确实最近整个索拉纳上的 meme 还是值得关注的，而且如果这个 meme 热潮能够持续的话，那么我相信索拉纳跟以太坊的这个汇率值还会持续的再创新高。以太坊最近真的太不给力了，任何买以太坊的小伙伴，无论你这辈子犯过什么错，只要你买了应该也都能赎罪了，所以呢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不过这也只是一个段子，我依然觉得以太坊是整个市场流动性的一个标的，等到流动性转好，以太坊肯定能够出现不错的一个涨幅。而现在大家好像被这种 meme 的热潮所去带走了所有的一些激情，所以是对于目前的市场没有太过的花时间来看。那其实除了索拉纳上的一些 meme 以及各种 meme 的 PVP 之外，整个市场也是跌的一片狼藉，所以呢也是在这儿跟大家简单的去来分享一下。包括整个主流 meme 方面，那么今天除了 BOME 跟帽子狗之外，那么都出现了不小的下跌，但帽子狗跟 BOME 其实又是整个索拉纳上的一些 meme， 所以呢目前索拉纳上的 meme还是很强，所以带动索拉纳走势。所以确实无论主流的 meme 还是这些链上新出的 meme， 那的确走强的原因都是因为目前索拉纳上的生态 meme 是吸引资金最多的，然后也是让大家FOMO最强的，所以跟大家简要的去分享一下。
那么根据我目前的一个紧急调研，我发现 SHR 在刚刚有一位持币的大户一口气卖出了非常巨额的这个 SHR 代币，那么从目前的数据图上面来看，是有将近300万美金，将近22000颗的索拉纳，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标的的一个直接归零。我觉得等北京时间大家起床，以及随着美国小伙伴们逐步发掘链上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项目的更多的底牌将被揭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跑路目前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正常，也是直接走出了 M 市的一个归零。所以呢这个项目首先是名牌的这种什么利益集团，对吧，你都告诉了大家是谁，我们有你的代客，那么你又走出了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会是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个维权之日，所以呢也是对这个项目保持一轮关注吧。我觉得今天撕逼和这样的大瓜应该不少，毕竟这个项目都属于打名牌了，既然知道你是谁了，你又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跑路砸盘的软 rug 的情况，那今天肯定没有你的好果子吃，所以大家今天又是吃瓜和关注的一天。不过如果你买了这个标的的话，那应该也是比较惨，基本上你的一个资金也是处于归零的情况。不过有危就有机，如果你胆子肥胆子大，现在抄底，那可能你的整体收益在后续也是有的，所以跟大家简要的去来进行一下相关的一波分享。那么同时目标回到整个 BitGet 上面，我们看到 BitGet 也是在今天推出了一个 Launch5X， 那么你可以简单的来去看一下这个项目的一些具体的介绍，什么烫生态啊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其实不用太关心项目是什么，我们直接来看怎么参与，因为目前整个参与的一个方式其实还是以相对零落的方式来去做的，只要你在整个 BitGet 里面去锁仓比特币和以太坊，那么你就可以去来获得这个项目的一些份额。那么这里也有关于整个比特币的一些锁仓和以太坊的锁仓，那么你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持仓的一个情况来去看。首先我个人觉得整个 BitGet 是不会出现 rug 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你的一个资产安全，而且其实整个锁仓也是只去锁几天的，所以整个的一个风险基本上没有，所以这也算是一个这种使你的比特币和以太坊能够生利息的一个玩法。然后整体的一个时间就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然后到11月3号的一个晚上8点。我个人觉得这个项目后续的一个具体表现如何，大家可能真的不用太 care， 反正就算是给你发一个相关的利息，那你只要来去上面去来做相关的一些锁仓，然后拿着就可以了，等到11月3号然后直接锁10天你去收米就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来参与一下的，因为基本上这个项目也是没有任何的门槛，且基本上也没有任何的一个风险，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来玩玩，反正就是一波锁仓。那至于这个项目是什么，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来做一下自己的调研。不过说实话，按照目前整个 VCB 的一个实际情况，以及目前整个烫生态上代币的一个走势，个人觉得开盘就让它卖掉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这也算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自己比特币跟以太坊投资理财的一个策略。如果你要参与的话，也可以去 BitGet 交易所官网上去看看怎么样去操作，然后去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存入。那么具体的就不再花更多时间跟大家去来聊了。同时在这里再去捶打一下目前 VCB 的情况，比如说这个 Scoro， 那么今天还在持续的往下走低，那么一下子来到了这个 0.9，包括整个的 Puffer， 我们看到目前 Puffer 真的是也在持续的往下下跌。所以呢这两个 VCB 之前大家都说啊豪华团队融资估值都巨高，结果走出了这样的行情。 Scoro 真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币安上线的一个最垃圾的项目了。首先这是币安第一个盘前交易的一个项目，我个人觉得怎么样你都得让你盘前交易的用户赚到钱吧，没想到整个2500个 Scoro 的一个限额居然是来保护这些投资者的。因为如果你去购买整个 Scoro 的话，如果在盘前交易里面没有任何的限额，那么到现在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亏麻的，但由于2500克的一个限制，所以即使亏也没有亏得特别离谱，最多也就亏一半，也就1000多U。所以真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币安第一个上线盘前交易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表现的居然还如此差劲，二级市场真的是一拉都没拉，上线就往下跌。我们把这个线如果要调到4小时，你就能更加清晰的看到了，真的是一直在往下走低，任何拉盘的一个趋势和任何象征性意义的拉盘都没有，所以真的是最近币安 Launch5 上线的最拉胯的项目，没有之一。而整个 Puffer 的走势也是在它上线的第一天的凌晨拉了一波盘之后，还是
持续的在往下走低。这个项目也真的是最近很难得的一个傻逼项目，那么锁仓锁了9个月，然后给空头给的我操像打发叫花子一样，结果你看到这个标的还跌得那么惨，所以这个项目也是一个真的很让人无语。而且如果你现在要从 Paper 里面把你的这个钱取出来，你还需要去等待21天，所以这个项目哇真的是无语至极。所以这也不怪大家为什么在整个各种不同的命币上去来进行疯狂的 PVP 和去选择相信这些各种不同的命币，而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傻逼 VCB 实在是太过傻逼了。你在这上面去进行各种无语的这种操作，你最终根本就赚不到钱，直接就是被他们割。什么明星团队，什么明星 VC, 什么高融资都是狗屁，上线就直接暴跌，真的是一点给社区或者是给用户的这种信心或者是完全都没有，就是直接分好了钱，在上锁之前把所有利益都分配好了，上锁之后就把所有的筹码都卖给散户。所以你说这样的一个市场它怎么能够持续的良好运转呢？那么其实以上就是本期日报的一些所有内容了。昨天的市场其实走的还是很差劲，那么除了整个索拉纳上的各种 AI 标的的 meme 在起飞之外，其实别的项目其实走势也都是非常非常惨的，特别是这个 SHR代币不确定还有没有机会能够抄底来去赚一波，因为这样的一个下跌也属实不是特别健康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标的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今天应该也是有瓜吃了，但至于别的什么 AI 啊加 meme 的这个热潮还是在持续的，大家可以看看，包括整个 Bitget Launch Pool 项目也是推荐各位可以去在这里去简单的参与一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而且基本上都是处于这种顶撸的一个态势，所以也是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好，以上就是本期日报的一些所有内容了，如果你有更多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点赞关注我的频道。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下期视频再见，谢谢。